哎呀，从这个跳蚤市场出来啊，这边就是一个小桥。这个跳蚤市场真是我的大爱啊，很多东西还是不错的，尤其是那个老照片啊。当然很多年轻的女人可能喜欢那些新鲜的东西，玻璃制品啊，工艺品等等，但是我对那个老照片老东西是情有独钟。这面的话呢，就到了这么一个教堂的门口。这教堂十分的漂亮。哎呀，走到这边的时候啊，这个亚洲人就多了一些啊，我刚才零星的能看到了七八个。